快馬中跡，追！做西涼馬都不外如是，捱7日都捱唔住。 官保主，我两母女同你无冤无仇，何必要苦苦相逼？正邪不两立，邪魔妖孽，一定要死。就凭你哋，我睇你未够斤两。 又想走得出我哋四派三帮部嘅天罗地网，我唔想杀和尚，你唔好逼我。哼，口出狂言，冥顽不灵，睇嚟贫僧非要亲手除魔灭妖不可，自寻死路，与人无尤。
手做咩啊？冇嘢。我谂，梗系头先接咗和尚几招，佢嘅手劲震伤咗我虎口。冇乜嘢皮外伤啫。娘亲啊，系我负累咗你，你每次都系为咗救我而受伤嘅。你喺娘亲嘅心目中系最重要。自从圣教遭逢劫难，呢六七年嚟，我哋母女相依为命，天涯漂泊。娘亲都冇谂过要抌低你，以后都唔会，知道吗？娘亲，小凤，而家天下虽大，但系冇我哋容身之处，你怕唔怕？娘亲唔怕，我都唔怕。仲记唔记得我哋要做嘅事？攞翻圣教宝物龙氏剑，然后杀死叛徒史矛盾，再光复圣教，统一武林。小凤，你记住。那班所謂名門正派狗賊，冇一個好人，絕對不可以放過他哋。佢哋加添喺我哋身上的痛苦，以後要十倍還翻俾我哋。娘親，你教我的心決同埋打坐法，我晚晚都有練習。等我練好耐力，你再教我武功，等我幫你殺曬呢班衰人。小鳳，復興聖教就靠曬我哋母女啦。娘親，上官保住，三帮四派的精锐弟子守个方圆十里的地方都不见这个妖妇，弟子的伤亡情况如何？今日之前，三帮四派的弟子死27人，伤53人，其中13人残废。阿弥陀佛，叶未良的杀孽实在是太重。自从太阴同一战，魔教已经覆没，而家魔教的余焰只有留下叶未良两母女。我哋一定要斩草除根。可能呢个妖妇已经离开咗呢个山区，绝对唔会。保住，周总镖头，叶未良今次嚟木峰山嘅目的，纯粹就系为咗魔教嘅圣物龙舌剑。相传龙舌剑嘅威力无穷，佢要攞到龙舌剑嚟同我哋对抗，所以佢一日揾唔到，一日都唔会离开木峰山。所以聂未良一定在这里附近，他的目的地应该是餐下岭。餐下岭，我们三帮四派在魔教里面的罗应华已经查出魔教的护法司徒二老已经隐居在餐下岭看守住龙舌剑。周总镖头，我敢同你打个赌，我们在去餐下岭的路上一定可以找到聂未良。好，我们就在路上设下天罗地网，阻杀聂未良。呢位大嫂，你揾边个啊？娘亲啊，我好肚饿。你好肚饿咩？呢个梗系你个女咧。我啱煲咗饭，请入嚟食餐便饭啦。娘亲啊，唔使客气嘅，请入嚟啊。打搅。食饭啦，食饭啦，蒸柴蛋饭啊吓。食啦食啦，食饭啦，唔该。嗯，系咧，你哋由边度嚟噶？我夫家姓郭，河南人士。两个月前援兵入寇，我哋家破人亡，谂住带埋个女翻娘家，点知嚟到呢度就迷失咗路。哦，原来你哋河南人士。今晚打搅晒，唔好意思。哎呀，唔使客气。呢个时候应该大家守望相助嘅，唔好介意啊，食啦食啦。娘亲，点解我哋食紧饭，阿爹仲未翻嚟嘅？佢翻紧嚟噶啦，佢上山打猎，你估咁易嘅咩？你唔知啦，家嫂，阿彪今朝应承过话会捉只雀雀翻嚟俾佢玩噶嘛，所以佢咪喺树等喺树嗌咯。奶奶，你睇下，阿牛仔就俾阿彪种坏噶啦。咁阿彪得佢一个仔，梗系种梗系锡噶啦。
先。玻璃陀佛系真系少林寺嚟嘅，请问事主有冇见过画中嘅一对母女咧？冇喎，我今日成日都喺山上打猎，到底发生咩事？实不相瞒啊，画中嘅女子心狠手辣，系一个杀人眨眼嘅魔头。事主如果有佢嘅行踪，请到城郊嘅山神庙通知贫僧一声。好啊。你今晚就住喺呢度啦。呢度雖然係鬱質啲，不過你千祈唔好嫌棄啊！唔好咁講，多謝曬。咁我唔阻你休息啦，早唞啊！早唞。小鳳，小鳳，呢啲生活唔係我哋過噶。娘親啊，我好希望有個阿爹啊！小鳳，你知我最唔中意你提阿爹。好啦，好啦。適當時候，我會同你講，知道嗎？早啲過休息啦。娘親，唔該，阿娟，我翻嚟啦。唔嘈啊，阿娥姐等咗你成日啦，家嫂啱啱先撳佢瞓咗咋。誒，遲咗落山啊嘛，你睇下，我仲特登捉咗雀仔啊，氹佢開心添。張大嬸。我想攞杯水。哎呀，睇你点用尽啦！佢，哦，呢个郭大嫂，我今日见佢一个人带住个女上路，咁可怜，我先嚟嗰度住啫嘛。啊，娘亲，我有啲嘢同你讲，入房先啦吓。哎呀，做乜嘢啊？咩啊？做乜嘢啊？有咩快啲讲啦！娘亲啊！你招咗个瘟神入屋啊！嗰个女人系一个杀人唔眨眼嘅大魔头嚟噶。你喺边处听翻嚟噶？系一班和尚话俾我听噶，佢哋而家连同班正道之士喺度揾紧佢噶。要咁多人追一个女人，你有冇听错啊？咁咪系咯，佢一个妇道人家带住个细路女，点会咁穷凶极恶咧？哎呀，点都好啦，宁可信其有啊嘛。哎，都系冇啦，我一阵间咧都系想山神庙揾班和尚先得。咁你小心啲。我会噶啦，等阵间我走咗之后咧，你记住揾啲嘢顶实道门啊，千祈唔好出嚟啊。嗯，我走啦。只会受苦，倒不如我同你解脱。你明明娘亲嘅苦心。
走。娘亲，走啦，走。你冇咩啊？我冇事，多谢你哋嘅关心。聂微凉嘅武功果然犀利，今次俾佢妖妇走啦，真系有如放虎归山。嗰边就系差霞岭，聂微凉一定去紧嗰度。咁我哋首先赶去差霞岭，等个妖妇未攞到龙舌剑之前截住佢。喺差霞岭上边，我哋有咗布置。万兴，你嗰罗大侠到咗未啊？罗大侠份人我好了解，佢应承得我，佢一定会嚟。是不是神医丹氏来源啊？冇错，就系佢。无论聂微凉个武功点样犀利，佢一定会输俾来源嘅。山蛇，到你行啦！我知啊，我谂紧点行啫嘛。同你喺呢度捉咗15年棋，你啲棋艺硬系唔进步，行一步要谂成日嘅。我话你几十岁人啲品性仲系咁猴急，你个名啊唔应该叫揾黑木，叫揾火急就啱。啊，我谂到啦，居出阵狗，将军，果然犀利啊！有趣，有趣。旁观者不得多言。到你啦，云老弟。此局乃系残局，根本就分唔出胜负。我哋已经捉呢一盘棋捉咗15年啦。无论点都好，我哋一定要分到胜负先至罢休嘅。朋友，餐霞岭系我哋两老隐居之地，向来唔欢迎外人。你请回啦。两位想必一定系魔教嘅师徒二郎。在下罗源，呢次嚟呢度系要攞一样嘢，同要等一个人。如果任务唔可以完成嘅，在下系唔会走。喂，佢讲嘅师徒二老究竟系边个啊？你隐居得太耐啦，连江湖中人俾我哋嘅称号你都唔记得咗啦。哦，系讲我哋啊？师徒二字本来就系死人五界，江湖中有唔少人死喺两位前辈手中，市民又点会唔记得？我哋两老早就看透世事，所以15年前就隐居喺呢度，已经不再过问江湖上嘅事啦。但系你哋依然同魔教教主聂星邪看守嗰把龙舌剑。又系为咗把龙舌剑断山蛇，睇嚟呢盘棋都系捉唔完噶啦。翻自己嘅银线毒，咁我哋仲边有面目留喺世上啊？我哋落去捉埋呢盘棋。前辈，
剑。假嘅。聂微凉，由一个所谓的正道中人，龙舌剑，在下来源，受托请你两母女去上官世家一堂。司徒二老，佢哋两位前辈已经自尽，魔教已经覆灭，你又何必苦苦还童？只要你肯放低武器，跟我翻上官世家。我就一定可以保证你两母女的安全。你意思是要囚禁我们一世？我好过死，与其偷生受苦，我情愿为圣教牺牲。醒了，不用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叫什么名字？我给这个你玩，这个叫做九年环，是我妹妹的，她很小的时候已经死了，你试一下解开她。你的头好兴啊，可能是冻亲，我出去摘啲草药给你食，你唞下，唔好乱咁行。守住把龙舌剑，对唔住。龙舌剑，银蝉毒。
娘亲。叶微良有冇想参拿靓？有，我曾经同佢交过手，但系俾佢走甩咗。咁龙舌剑同司徒二老咧？司徒二老已经自尽，而我揾到嗰把龙舌剑系假嘅。假嘅？呢首系改自唐诗嘅童谣《香炉峰》。遥看瀑布挂前川，你哋边位熟悉呢度嘅地形？罗大侠，我系走镖嘅，附近嘅地形我比较熟悉。知唔知边度有瀑布？应该过两个山头就有瀑布噶啦。我相信聂微良系用呢个方法叫佢女同佢会合。聂微良同佢女？唔好讲咁多啦，周总兵头，请带路。嗯。翼难飞，龙舌剑，今日等你试下我哋圣教嘅龙舌剑。你揸龙舌剑。下边嘅水量唔够，呢个妖妇跳咗落去必死无疑。阿弥陀佛，江湖从此又少一个业障，真系苍生入口。我觉得个细路女好无辜，已经系魔教嘅余孽，死有余辜，你何必为佢惋惜？罗兄，除魔为道系我哋嘅天职，你无需怪责自己。娘亲姐同你找大夫。唔好啦，我哋快啲走啦，唔系班衰人追到嚟噶啦。你咁样娘亲唔放心啊。我冇事噶啦，我答应承过你，咩苦都要挨。我哋要光复圣教。好，咁我哋走啦。师傅，你唔系好想见阿爹嘅？真系嘅。月前，本子主持方丈，慈惠大和尚不幸圆寂，因为事出突然，未有指定任何人继任。
经我哋四位长老连日商议之后，今日我哋已经有咗合适嘅人选，就系藏经阁首座阁生。阁生见过四位师叔。阁生，你虽然是郭字辈的弟子，但是师兄生前一直对你赞誉有加，而你的聪慧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们四位长老自破格提升你。为了公允起见，你必须要经过考核方可继承方丈之位的。郭生明白，郭生愿意接受考核。我哋少林寺开基创业二千年，乃系武学正宗，所以今次嘅考核，除咗武功之外，仲要接受我哋四位长老佛学考验。学生已经准备好，一切就等四位师叔安排。考核正式开始。经过考核，已经正式成为少林的第37代掌门人。师叔祖，郭生，你有心事啊？虽然我哋出家人事事都平常心嚟对待，但系能够登上主持一职，始终都系一件高兴嘅事啊！师叔祖，实不相瞒，我觉得我自己力有不逮，恐怕难以升任方丈一职。其实论武功、论修为，在少林里面哪一个及得你啊？你不用那么谦的。当年我失职之故，被太师傅罚我面壁两年。今日我可以做翻藏经阁首座，已经是万幸。而家仲要我领导同门。弘扬佛法，我担心不可以服众。当年藏经阁有人潜入道经，你始终都将逆根基追回，力保不失。掌门师兄是按指挥对你稍作处分啫，你何必耿耿于怀呢？但是如今魔教仲有啲余孽喺江湖上横行，我哋少林寺是武林正宗，北斗泰山。始终啊，点可以一日无主嘅咧？系咧，师叔祖，大方同成班同门去追魔教妖妇，唔知情况点咧？阿弥陀佛！大方日前派人翻嚟通讯，佢话陈字辈、德字辈有16位弟子已经俾个妖妇杀咗，生死无常，乃系我佛嘅遗教。他们都是为了除魔为道而牺牲，你不需要难过啊。
總之你係眾望所歸，無謂再推辭。既然師叔祖對國生如此厚愛，國生之好，勉為其難，日後一定會全力以赴，誓保少林百年來的聲譽。喂！明天少林寺的新主持接任大典，上山道學的人一定在這裡聚腳的，你快點打點一切，千萬不要怠慢我的客人才好。得啦，長氣，快點啦。喂，掌櫃，少林寺的新主持是誰來的？那就是那個國生大師。哦，原來他去年水災的時候，他真是帶了整班和尚走來跟我們派米，他真是山神仙來的。總之這位大師就厲害了，40歲未夠就做了主持了，第二天那晚還是武林盟主。你覺得點啊？娘親啊，我哋幾時先至可以見到阿爹啊？好快。娘親啊，阿爹究竟係點樣噶？你從來未同我提過嘅。我都好幾年冇見過你阿爹啦，佢而家變成咩樣我都唔知。启禀师伯，德智德空已经回旨了，他们说大方太师伯在路上有些事办，他和一班武林英雄会随后赶到。好，你吩咐下去，叫你准备一下。是。追到嚟，快走！
亲啊，我好口渴啦。你坐就等我翻嚟啊，我即刻搵水俾你吓。情别恋，说再会，一切若无。